这里是高雄小港机场国际航空站，早上没什么人，今天准备接四位香港过来的游客。这里是小港机场的国际线入境大厅，班机时间提早5分钟，从香港过来的第一个航班到达。哎，差不多40分钟，哎，还位呢，还位没出来。他不来呀、啊。啊，前面只有三位啊、哦。啊好，他不能过来啊！他不能，为什么？他都没有，他都不叫。现在急啊，三个月啊。是香港不能过，香港不能过来啊。香港不能过，我们来到这里香港的。哎呀，啊，他没有搞清楚护照过期了。就是他都不知道，上次进去了三个月以上都不行了。哦，三个月以上就不行了。这里啊。哦，台湾不行啊。台湾不行。哦，那我们走，那我们就出啊啊。现在准备前往凤港的爱琴海景观餐厅用餐。现在这段属于屏东凤港的海岸线。这样，假如做片的话，人比较大，画面会比较美一点。嗯，对，人就是比较小，小是谁是谁都不清楚了。这海平面直线哦，非常的美丽。闭起双眼睛，心中感觉清静，再张开眼睛，怕观望迟迟。夜冷风更清，这一片荒野地，沿途是歧路，我方向未能明。啊，只有叮嘱日升日落，许多感触。啊，清楚我的外婆啊，七六七啊，好多妈妈的日文呢、啊、本来是日文的外婆萨拉巴斯帕鲁现在来到爱琴海海景餐厅，准备在这边用中餐。
可以来这边用餐。海景非常的美丽，椰子树，画面也美，很美。对对对，
是洛神。哎呀，我不会听拉门。我们习惯吃饭啊。布丁，对，这个是那个龙，那个是玉米浓汤嘛，那是说鸡浓汤。嗯，那个汤我喜欢。这个洛神汤，来洛神。东西好吃，吃完了。问情怀，可永久相拥有？朦胧缠着那份爱物流，明晨离别，盼望爱仍留。共你尝一对，相爱结伴醉，却总怕醒觉醉梦走。心中多少苦与忧，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？情迷围住我，你此际又回眸，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？唯求原谅我，说失敬别离后，未回头。人已经心上头，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，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，可惜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没想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放弃。下一站，深管。这是我离开了。长久的期待。现在位置是东南角。进去逛了，进去吹冷气了。我休息。这边是海参馆的入口。5:30，5:30。好，你们进去。